光复乡各部落一例性八月份起陆续展开，马太安部落也即将在十五号登场，而部落勇士们也依循传统，今天上午到乡公所等各机关报信息，邀请共同来参与部落年纪敬老尊贤飨宴。在部落头目的带领下，马太安勇士们精神抖擞跑进乡公所办公大楼前广场报信息，热邀大家长林清水共同参加部落年纪飨宴。亲自接待的乡长林清水从部落头目以及报讯息勇士队伍中拿下槟榔、米酒等信物，并牵手加入报讯息队伍中共同歌舞，并祝福部落一例性年纪圆满顺利。为全国阿美族最大聚落的光复乡，总共有十五个部落，从八月份起也陆续展开部落一年一度的一例性传统年祭。今天专程来乡公所报信息的马太安部落，也即将从八月十五号一连三天，在马太安无祭场展开传统的一例性年祭，凝聚部落年龄阶层制度与精神，实践沿袭传统岁时记忆文化，传承马太安的传统。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。